Hola, ¿qué pasa, cracks? 今天 Adora 要教你一个蛮有用的、非常常用的一个句子。这句话翻成中文是“我喜欢”，但是我要就教的“我喜欢”就是一个西班牙版本，就是其他的讲西班牙文的国家不一定知道这句话。但是如果你在西班牙讲那句话，比讲正常的我喜欢就效果好一点，因为会比较流行啊。西班牙文怎么说呢？是 me， me 是我，然后 mola， mola， mola 就是喜欢，但是在西班牙是比较流行说 mola， me mola。那怎么用呢？比如说我看到一个我喜欢的女生，我喜欢的女生不是我觉得她人很好，我觉得她很正，还是我跟她想要怎么样，我可以说 me mola， 比如说 me mola 小 S， 还是我们可以跟一个活动，比如说知道我们可能喜欢做运动，比如说喜欢跑步，所以我可以说 me mola 跑步，还是我们可以跟一个东西，还是一种食物，也可以一起用。比如说，美莫拉喝茶，美莫拉，臭豆腐，美莫拉。但是你记得，只是说美莫拉就是比较口语的，所以也要看什么情况下要用的。但是你说美莫拉，就是看起来你比较就是入境随俗，比较像就是真正的西班牙人。Memola. Chao.